啥样啊？恁十几把年嘞，今年秋叶嘞，果肉一路啥种的嘞？果肉是可当肉乎，几只？什么刚龙肉？哎，龙须。西贡刚龙。那有啥？西贡这是哎。嗯，听不起，没肉干也得，拉稀的，冬夏你交吧，没做你弄，黑子吧，对，这树，这树，新鲜东西。那。但也，一都没参与过，半年基本参与过，没参与过。过了第六夜嘞。慢慢的，你看。你的爸爸的样子。是的，兄弟。没得事，这里这里不要跟人吵起吵吵。那得强。包弄这里，他打很多嘛的。对。你看那芒果，芒果香，呀你看。给你那么个包好包的，对，啊啊啊！啊东哎，啊别的地方没有，我是他的。一口大的呢。嗯，这老姥姥也不讲哈。嗯，伊拉的聪明呢，伊这不是西乡干部干多少钱呢？米，伊咋能？好玩，是吧？爸爸，爸爸，同学不生了，这个上班吗？同学不能怕二点晚上。我弄来不当地的，在哪当？啊，深夜，深夜在咱队。我先去。
Shit, man. Thank you.